那么大乘涅槃怎么说空一空呢？这个空，第一个空就是相，就是现象，现象是空的。你想想看，像我们刚才讲的，啊，它是一个生灭不断的这个生灭，一个一个接着这个，它速度太快了，我们根本没办法看着它。啊，六根对它不起作用。啊，物质现象是前五根，眼耳鼻舌身能够接受不到。第六意识，这是念头，念头也觉察不到。啊，这一些变换通通在眼前，从早到晚没有停止过。如果它停止了，那就好办了。停止就是生灭没有了，不生不灭了。不生不灭是什么境界？法身菩萨。啊，那时候你住的这个环境叫十宝庄严土，是法性身，是法性土。啊，往生到极乐世界，真的这个境界。所以每一个往生的人都是世界最顶尖的科学家。这法门妙极了，不可思议啊。啊，佛经这一门东西没入进去不知道，入进去就欲罢不能，其味无穷。他跟你讲真理，跟你讲事实真相。啊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？啊，假的不要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错了。啊，真的也不能放在心上。啊，心真假都不能放，好像我们眼睛。啊，沙子不能放，有粒沙子的眼睛就得病了。金刚钻也不能放，沙子不好，金刚钻好啊，通通不能放。啊，所以自信清净心里头什么都不能放，什么都明了，没有一样不知道。啊，所以说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体三种现象没有，当然不可以执着。啊，不能起心动念。相呢，相是生灭相，刹那生灭，说刹那都太快，那都太慢，说不上，它比刹那还快。啊，我们只能这样说法，1600兆分之1秒，这样的速度。在相续啊，所以它是相似的相续，不是真正相续，因为没有两个现象是相同的啊。那么这叫中道实相之空，跟小乘所证得的不一样。小乘证得的很浅，这个很深啊，深到究竟成为第一。三藏法书第46卷说，诸法中最低一法名为涅槃。啊，在一切法里头啊，成为涅槃。涅槃之法呢，空无有相。啊，涅槃里头没有相，这叫做第一一空。啊，第一一空不能说它是无，非有非无。啊，如果说无，它就不能现象了，它能现象，能现一切相，随你的念头现象。
这个不可思议。六祖慧能大师开悟，说的五句话就是描写这一桩事情。因为他说的很简单，很扼要，说的非常非常重要，句句是真的。第一句话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”我们要知道，自信是真心，自信是真心的相。是真正的自己。禅宗里面说，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，这才是真正自己。我们现在感觉当中有个我，那个我是假我，那不是真的。为什么？它有生灭，真我没有生灭。真我清净，决定没有染污。染污的都是假的，假我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，妄心有染污。凡是有染污的，这绝对不是真的。真的是清净的，本自清净。真的是不生不灭的，这个1600兆分之一秒的生灭相，这整个宇宙，所以整个宇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生灭相，阿赖耶变现的，这个佛经上讲得很透彻，看到好像是真的，就如同做梦一样。我们都有做梦的经验，所以永嘉大师在正道歌上说得很好，说梦里明明有六趣，六趣就是六道轮回，六道轮回是一场梦，觉后空空无大限。如果你觉悟了，醒过来了，梦境就没有了，那梦再找不到了，它根本不存在。整个六道，整个十法界都是梦境，都不是真的。什么是真的？一真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。那个境界是真的。为什么叫做真的？因为它没有生灭，它没有染尽。所以说它是真的，其实它还不是真的真，因为它没有生灭，所以我们叫它做真。设法界是生灭法，那就是刚才讲的波动现象产生这种法，这个法的时候是假的，那是不生不灭，现的相不生不灭。这相是怎么现法的？无始无明，习气没有断，变现。这个道理，我们从修正，世尊在经界里告诉我们，这个修正的次第上可以看出来。你看阿罗汉把见思烦恼断了，也就是六道轮回没有。醒过来了，六道没有了。阿罗汉还有六道轮回的习气，习气不好断。什么叫习气？古德有个比喻，好像这个杯子，这个杯子里面盛的是酒，倒干净了，擦干净。真的没有酒了，闻闻还有酒的味道，这就好比是习气，习气你擦不掉，
必须盖子打开，放个三天五天，哎，没有了。所以有习气啊，阿罗汉有习气，阿罗汉的习气要断掉了，就不叫阿罗汉，升级了，叫菩萨啊，不是，辟支佛啊，辟支佛，他把见思烦恼习气都断掉了啊，三大类的烦恼，第一种解决了。辟支佛要断第二种烦恼，叫尘沙烦恼。尘沙烦恼断尽了，他升级了，他是菩萨。菩萨有尘沙烦恼的习气。啊，菩萨把尘沙烦恼习气断掉了，他又升级了，他成佛了，十法界里面的佛。啊，所以十法界里面的佛是把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，包括习气都断干净了。啊，他还生什么？生无明烦恼。无明烦恼一断，他就离开十法界了，带着十法界的习气到一真法界去了。那一真法界就是习气变的。习气要断尽了，一阵发现没有了，出现什么常寂光？常寂光永恒不灭。啊，常寂光里面没有身体，也没有念头。啊，真的什么现象？一片光明，叫大光明藏。自性体相用都是光明的啊！进入这个境界呢，跟所有一切诸佛如来啊，不管什么时候成佛的啊，古佛、今佛都融成一体了，就光，光跟光交在一起啊。我们这个房子里十几盏灯打开，光光互照，融成一体。啊，融成一体，你就晓得智慧是一个，所以佛佛道同。啊，德能是一个，相好也是一个。啊，这叫圆满回归自性了，这就是第一义空。啊，能现一切相，众生有感，它就现象。啊，非常灵敏，众生有苦难求他的时候，他就现象。啊，现什么样的相？他没有起心动念。众生有起心动念，他起什么念头就现什么相，随众生心应所知量。众生想见佛，他就现佛相；众生想见耶稣，就现耶稣相。啊，完全靠众生，你起动什么念头，他来应你。啊，而且呢，说什么法也是众生，众生想修什么法，他就现什么法。啊，所以佛现身说法是没有起心动念的，要是起心动念，他就堕落。他就变成凡夫啊，他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么于是我们就知道，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为我们示现八相成道，住世八十年。他从入胎到示现灭度，都没有起心动念过。你要说他起心动念，那就是谤佛。49年所说的一切法，他说了，他没有说一个字，这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他不起心不动念吗？那说什么法？众生要听这个，他就说这个；要听那个，就说那个。啊，
绝对没有起心动念。那为什么能说呢？真实智慧，这本经讲了三种真实。真实之机是体，就是讲的第一空，讲的法性。真实智慧，真实的利益。啊，真实的智慧是能现能变，啊，能说能行，这是真实智慧。真实利益是众生得到，帮助众生觉悟，帮助众生提升，帮助众生起入常寂光。完全是真实的，不是假的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